我可以拿盒子里面。OK， 那盒子里面有一大叠的说明书。哇塞，这真的是超级超级厚，应该是各种语言吗？哇塞，什么鬼？这什么年代？你看各种语言各一本哎，你看英文，然后这是什么奇怪语言？哇塞，这个纸用的太多喽，可以再更环保一点。OK， 那盒子里面 ，OK， 那接下来盒子里面就是我们 Zoom F3 的收音机啦。这盒子外面还特别写说，它这一个包装不含任何的塑胶袋，就是你可以回收啦。整个包装里面，这包装外盒还特别写说，这包装外盒还特别写说，这个整个包装是纸类，全部都是纸类，没有任何塑胶袋，可以回收。这包装上面还特别写说，这完全不包含塑胶啊，什么保丽龙任何的，不能回收的。这包装上面还特别写说，哇塞，里面包含。这包装外面还特别写说，哇塞，超级环保，完全不包含什么塑胶袋啊，什么保丽龙之类的产品在。这个盒子外盒还特别写说，哇塞，好环保啊。这包装外盒还特别写说，哇塞，很环保啊，完全不包含塑胶啊、保丽龙啊之类的不能回收的东西。但是，我们的 reduce 第三个才是 recycle 啊，所以你可以先 reduce 啊。这么多的说明书到底是在干什么？好啦，那盒子里面 ，OK， 那盒子里面就是我们的 Zoom F3 的小小收音机 ，OK， 那盒子里面就是 ，OK， 那盒子里面就是我们的 Zoom F3 小小的收音机。Okay, Zoom F3. Okay, 那盒子里面有附给你线吗？哇塞！Okay, 那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OK， 那盒子里面就空空了。OK， 那盒子里面就空空了，没有任何东西。那我们就直接 ，OK， 那盒子里面就空空了，没有付给你任何线啊之类的。OK， 那盒子里面就没有东西了，就是一个收音机还有说明书而已。OK， 那盒子里面就没有东西了。OK， 那盒子里面就完全没有东西了，完全没有付给你线啊之类的。OK， 那盒子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了。接着。OK， 那盒子里面就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只有一个 F3 收音机跟说明书而已。接着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的 F3 收音机吧。